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下長遠房屋策略。長遠房屋策略其實講緊係應該差不多成十年前到啦，就定立了之後每年起樓私樓的目標啊，同埋公營房屋的目標。咁啊，由2015年開始到2020年咧，佢哋定立嘅目標咧，係喺公營房屋裏面咧，係冇一年係達標啊！2015年希望係起29,000+，但係個缺口咧就爭成13,000+。2016年啊，2017年、2018年啊，全部諗住起28,000+，但係咧都係爭成10,000+。2020年他們目標是起30,000+的，但是呢起得12,000+，還差成17,000+。這5年合起來的欠了呢就是67,000+。私人樓就好一點，這3年呢就是達標的。但是過去那幾年呢都是不達標，就是說私樓做到了，但是公營房屋做不到。咁其實公營房屋要去做，其實不外乎幾樣嘢啦，一係就重建啦，一係咧就揾一啲新嘅地方就再起過啦。咁揾唔到新嘅地方，點解會揾唔到新嘅地方？就係因為造地做得差啦。過去嗰幾年係基本上係唔係做得咁好咯。我成日對呢個政府即係我係點講啊？我覺得香港長遠是會是好，但香港長遠是好不是因為這個政府做得特別好，而是因為中國向好，香港可以在中國那個市場近水分得到一杯羹，是怎就任何人做這個政府呢都是會是好。但是很多啲官呢就以為是自己的功勞，自己的領導的功勞，好多嘢簡簡單單做嘅嘢都做到一塌糊塗啦，例如選舉啦，點張票要搞成10幾20個鐘嘅，咁你花咁多公帑，又要請咩專員，又一紮官，咁係乜嘢世界呢？咁你啲長策會定咗個目標，冇人去監管嘅，冇人去問責嘅，這個又係乜嘢世界呢？咁如果喺內地嘅時候已經係人頭落地咗唔知幾多轉。香港又話高薪養廉我但係睇到嘅就係話福利就攞咗啦，錢就攞咗啦，但係做到嘅嘢係咪幫得到人咧？我覺得並非咯，即係點講？即係好有時睇到啲嘢係幾氣憤嘅，即係環境條件咁好。點解唔可以做多啲嘢？即係香港係唔係其他政府，即係好似唔係好似美國政府咁樣，連糧都出唔到嗰啲。佢嘅儲備有咁多，咁好環境都做唔到啲實事嘅時候咧，我係覺得係問題好大啦。即係喺你唔做一個徹徹底底嘅手術，將一啲譬如規劃城規會啊、規劃啊。整個架構、屋宇署啊，所有嘅嘢重新去諗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房屋問題咧，我諗搞200年都搞唔掂，因為係佢哋嗰個思維上嘅問題、決策上嘅問題出現咗嚴重嘅缺失咯。呢啲係要真真正正係要有外力啦，即係內地都唔係外力，即係內部中央政府咧係要俾一啲真真正正嘅指導佢哋咧，先至。俾翻指標佢哋做咧，先至可能會係解決得到房屋嘅問題咯。今日想講嘅長策會就到呢度啦，有咩可以留言大家傾一傾啊！拜拜。